哦，我不是诺亚，我是伊亚，欢迎来到伊亚的 Survival Craft。 那我们今天呢要就是开始来讲 Y 地图。上次我不是说要把那三个坑给它做就是盖成房子吗？那我现在已经盖好第一个坑了啦，然后崖边小屋也跟就是修改好了。可是我们今天先介绍就是那个两个坑离很近的那个坑，那我今天也要讲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小事情，就是对啊，我又要更改一些坑位置，也意外的找到新的坑啊，就是一直坑坑坑坑。好，那我们进来都是在一个很漂亮的位置，其实我刚才已经有挑过的了啦。然后就看一下，我们先从空拍图来看一下好了，顺便偷拍一下照片。OK， 我们就先环顾一下这四周，就是我是用那个啦白砖。那个深蓝色的木砖去，就是去做它的颜色的搭配，然后让它变得比较，这里它就会很凸显的现代风啊。我们已经看到崖边小屋，到时候我再仔细介绍。那仔细看这边其实又多了一个小小的房子，我到时候也会介绍。好，那我们再环顾一下，我就用了地砖跟半砖啊，然后层次的搭配。让就是凹凸有致的方式，让房子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平的感觉，就不是一个方块式。那从这边看啊，就是它这边就是当时的这里的一个坑跟这里的一个坑，然后我给它做一个就是比较 L 型的建筑。然后我很喜欢我这次的庭园设计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池塘虽然没有那个荷叶啊，可是我觉得蛮酷的。然后我就给它做了一个。庭园的设计，然后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详解。然后我们先从外观来讲好了，我这里就是做了一个斜面的一个屋顶，然后这里做一个平面的屋顶，让它的层次有一个，就在屋顶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层次，就是有一个就是哎，我差点要就是跳开话题，就是它这里这个设计就是有点像一个中塔的感觉。然后我是让它做一个斜面的设计之后，然后到这里又开始变为一个长方盒的概念，然后再盖出一个凸出来的半砖，再做一个顶部。然后这里就开始，这里就是一个小阳台嘛，然后我们搭就上去，然后这里就是用一个半砖，深蓝色的半砖，然后跟下面的底砖，就 底的白色的体砖，还有中间的白色的这种方块砖。做一个搭配，然后它其实这样看说具有层次，就是建筑如果上面有层次的话，或者和两个方盒火柴盒的形状盖在一起做组合的话，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它的庭园的正门走进去吧。那我们就先来讲庭园好了，我们就从外面讲到里面，从里面的下面。讲到上面什么东西，因为我这里有盖地下室，那其他正面其实我有点不太喜欢，可是我觉得它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啦。因为我不想让它的正面就是就飞起来，不想让它的正面就是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单调的感觉，所以我才在这里加这个斜面屋顶。虽然从这边看有点怪，可是我觉得它就造成了很多视觉不一样的感官，就是不管从哪里看都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不错，就不会那么枯燥。就是它就是这样子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到这个庭园的外面，这里有个烤肉区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一个烤火区或烤肉区吧。然后这里就是野外的露台啊，然后就是可以跟朋友坐在这里聊天啊，然后干嘛干嘛的。然后因为我当时在盖的时候，外面很多乳牛嘛，然后后来还有野猪，我就觉得很烦，然后我就把这边隔起来，然后把野猪用火烧掉。这里就是走出外面的大门。那我这边其实用了，就是一开始用就是石砖，然后再用石头梯砖跟半砖，然后做一个这样的拱门的设计。然后这里再做一个栅栏，石头栅栏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池塘，池塘就是其实就一个几何图形，怎么挖，然后再倒水就好了，就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。所以它没有一定的设计的理念嘛。然后。我很讨厌，就是因为现在手机卡卡的，我会就是我害怕，我会乱
按这些东西，你看它乱盖了。因为现在手机有点 KK 的，所以非常可怕。那我们就小心的进去。那开门之后呢，这里就是一楼。那我不是之前说我会盖地下室吗？就是看啦，看如果可以盖地下室，我就盖地下室。所以它这一次它的这一层，它下面才是厨房跟卫浴系统。反正只是想要盖一个生存小屋，就没想到我就盖的这样有点过于夸张的别墅，也没有到过于夸张啊，就是一种就是小温馨的别墅。因为我盖的别墅类型都是这样，就是小温馨型的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，就走进来之后，其实这边就是一个玄关的概念了、啊，然后这边就有可以读书的区块啊，然后也是可以算喝茶聊天吧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。然后我们飞到上空看，其实它下面这个这一块是当时的洞洞，然后我就给它直接补一个蓝色，然后后面开始就是有层次的这个，我就开始随便乱摆，随便乱摆，然后让它有一个就是黑白黑白黑白相衬的概念，然后可是盖到这边之后发现，喂，它竟然就这样子很 OK 的，就是没有很奇怪，而且还变成一张很不知道怎么讲的图片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里就是电视啊，有点暗啦。那这一切就是用一个黑色的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的砖块，然后再用深蓝色的半砖，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层次的设计。然后我这里是用地板门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箱子，那这里就是只是一个，拆掉了，这边就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东西啦。然后我就是随便的概念。我就把木头，然后用这什么压力板，然后给它挡住，然后感觉很像是旁边的一个新的什么柜子之类的。然后这里就是沙发区啊，就也是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室内设计而已。然后这里就是走出去的一个阳台，一楼走出去的阳台，然后其他又是高于这里，就是还蛮奇特的设计啦，就是它不是平面，而是就是又再高一格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，然后外就可以这样看出去啊。那到这边我会讲，因为我上次不是这里面有堵，就是盖这样的墙嘛，我后来就还是想说还是盖墙好了，给它有一个区隔开来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里啊，这里的风景就一览无遗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紧接着先去楼下，然后再讲到楼上好了，我们先去地下室的书房。我才这样拉勒，然后就已经七分钟了，也太快了吧。因为我是想说我的视频就是不要录制那么长，因为只是介绍房子的感觉而已，照我的设计走。那这里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储藏空间啦，那就一个简易型的储藏空间，然后这里可以坐着休息之类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洗澡间，然后这也是镜子，然后再这个就是洗手台之类的吧，然后这里就是马桶的概念，然后在这里可以洗澡啊，就是跳到水里面然后洗澡，就是一个洗澡间的地方。我把它自己关起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走到这里，这个洞洞就是走进去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厨房的概念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吧台，就可以把菜啊放在这里。然后那边就是一个餐厅的概念，你就在那边吃饭。然后桌子在这里啦，桌子在这里。然后紫色的这个是椅子。然后这就是一个餐厅的概念，就是熔炉跟合成台。然后我刚才不就讲了嘛，这就是一个餐厅的概念，就很简单啦。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讲过 ，Survival 它的东西不多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做像 Minecraft 那样的，就是很丰富、很精美。室内设计，我只能用简易的材料去做大概的房型的室内会有的东西。然后这里我楼梯就是用半砖来砌上去的，就是一块一块铺上去，然后做一个有点回转式的单独的楼梯。然后我们就这样来到了二楼，那三楼大家再介绍，它就是通往楼顶的地方。那这里二楼就直接也是一个玄关的概念，然后就是也可以在这边坐着休息、聊天、喝茶的地方吧。然后这里就没有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室内的一个设计，就是让室内再有一个层次，所以我用了那个石阶栅栏
去做这样的设计，然后这里用了踢砖啊，让它有凹槽凹槽的概念。其实它就是它这里砌这个两人的别墅，就你看这两张床，然后中间这算是什么衣橱类的东西吧，然后发现就是我给它隔开，就是一个大房间，又就是类似的小隔间，然后就有两张床在这里，然后它是两人的别墅，然后这里就是一个书柜跟储藏 物的地方，这边这个中间这一柱都是箱子，然后书柜啊都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走出去的就是二楼的阳台，比较狭小啊。然后，我又打掉了什么？讨厌这样子，就是手机卡卡的，然后非常可怕。而且我上次录的时候发现到，因为手机卡卡了，所以连录制的时候声音都有问题，所以就变成就是有跳音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里就是二楼的阳台，然后也是可以阅览一下外面的风景。可是就是还是有一些小地方被阻挡到了，就是可是还是就是可以看得到。我快生气了，他今天这样是在整我就对了，非常可怕。好，反正我快介绍完了，紧接着呢就是我们的三楼的区块。三楼的区块呢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，因为我怕他打又给我拆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走上去呢，就是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顶部了啦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简单的顶部。然后我就在这里做一个就是类似的台阶啊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小小看到窗户，但是走不过去。还有这边东西不会被破坏掉。那这就是三楼的区块，就是三楼的楼顶，其实有很多地方都被半砖给挡到了。啊，可是我还是可以踩上去看啊，但这是一个危险动作。他每次都这样，刚好在我要结束的时候就要晚上了，就已经晚上了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三楼的顶部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设计。那我们就飞起来，然后从高空来看，它就是一个 L 型的建筑。那我觉得你看，把房子圈起来之后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像在玩。就是模拟市民还是模拟城市啊，就是盖房子的感觉。那你看这样小，很像一个小村子，小村镇吧。然后就是亮亮的地方，还蛮漂亮。那我们到时候就开始来介绍崖边小屋 and 桥下的这个桥梁下面的一个小木屋。它这个真的才是生存专用的小屋。那等到时候伊雅呢，伊雅要在这边讲，就是我刚才说过了，就是。开成早上，就是这里啦。这个木板不是是故就是乱摆在这边，而是我的要就是它就是被我有点卡池，然后又吃穷，然后又无人吃，是这样的。它不当时这里有也它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凹洞，可是因为我发现我盖完这栋房子之后，反正它跟这个凹洞变得更近，然后。这个地方又跟那个凹洞太近，我根本完全不能盖什么，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可能移到这里吧。等到它再来，因为我们怕会跟这里的东西撞在一起，但是应该会还好，因为我不会再盖成这么，应该是不会再盖成这么大的房子，应该是不会。好啦，那就是那个凹槽的就是大小就是这样子，我还是会扩大啦，因为你刚才看我也没有真的完全按照那个凹槽的洞，因为。这样的房子根本不能住人啊！你两块组在一起就已经封死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，那又那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凹洞，然后我就是看到后来在把这边盖完之后啊，崖边小屋是下集，所以我们今天只先小小先预告看到它一下。我就在这边看到了这里又有一个坑，然后因为当时下面都有动作。我才到那个岩浆下去，他们都要摔下去就摔死，我就不想理他们，好过分的感觉。好，那下一集就是介绍崖边小屋的改造。那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不一样啊，就是你们可以去回顾，就是
第就是序章的时候看到他的样子，那我这次给他改成这个样子到，然后下一集就会开始细细的介绍他。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我们叫他中塔房好了吧，不要叫中塔房好了，我们叫什么房呢？乡村小屋，好吧，就乡村小屋，是乡村的一种高级房子，是一个现代风格的乡村小屋。因为这里面真的比较好看，它是一个现代风格的乡村小屋。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，那我们下集再见，下集就是悬崖小屋，拜拜。